报仇局啦。哼，你洗了啊！哈！Go go go！ 上分列车。哎呀，还是我来玩个物极 carry。OK， 好来，我就玩个物极 carry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物极哈，我觉得这角色超强的，这角色绝对是可以 carry 的，全是下路啦，你干嘛？乱讲，快去下路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是上，我是下路。是我走错了。哎呀，走错的人是我、啊，不会调兵吧？我以为是走错调兵吧？干，掉一只。这物极普攻打小兵的伤害真的很低耶、欸，怎么回事啊？应该还好吧，白目一下而已。哇，白目都死掉了。这里没得更卡。完了，队友还好吗？好了，帮你报仇，给他们死。这里一定是报仇局啦！你们都不要给我跑！报仇局，报仇局，没事，一个都没跑掉。对啊，一个都没跑掉啊！哦，这个人好像杀不到。来白给，靠背我的盾呢？盾没出来，完啦！啊，我盾怎么没出来？哎呀，靠呀！我刚盾出来，给他们俩都死哎、欸！哇，防我！哦，半滴血，死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这纳克有操作哎，有。看，没血了！啊！哈！看，你娘嘞！啊，都没血到啦！别的搞笑了啦！好，这里勾到，完蛋，去，完蛋，啊，还有大，完蛋了。没死过是不是？你在防我？我是坦克哎、欸！哦，这卡芬尼有点可怕。哇，这塔好像掉哎、
帮我报仇，替我婆婆报仇，给她死，给她死，给她死。OK， nice， nice， nice。哦哦，我没了。哦哦，这家伙太霸道了啊！被绑一个就死去啦。我充满装，这样干的。夹娃娃机，夹一个。OK。Nice。可能啊，一个打五个哦，你以为你真的无敌是不是啊？夹娃娃机夹一个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没电，哎帮啊帮啊帮啊！哎哎哎哎哎 ！OK OK OK， 逆转了逆转了逆转了，来来来！夹娃娃机，哦，干，完了，我没了，误会一场，完蛋，狙了，纳克罗斯能不能操作？哦。不能操作啊！完了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！他们猜很慢，他们猜很慢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那不能操作啊！出大包！出大包了，出大包了！不可能会输啊！我把那个卡芬妮秒了，结果队友也被秒了。